係喎。三件行李啊，去到我身上喎。掌门人是不是有得飞太兴奋呢？又一条香港飞大阪的新航线启航。今朝一早，掌门人和周奕伟齐齐出发去日本拍旅游节目，对掌门人来讲应该是半工作半娱乐。总经理阿渣咧就话可以请一日假去旅行啫，你应该请不到假去旅行噶。系啊，所以冇请假，公干嚟，偷偷地去旅行。今次有咩目的先？今次最重要咧就系睇下周游点样去关西，系啊，今次周游关西啊，系啊。哇！你要带总经理去边度玩啊？我唔單止帶志偉哥，我帶全香港嘅觀眾們，因為其實開咗關之後，今次又有新航線啦，香港飛大阪關西機場啦，咁梗係一個好好嘅機會，即係做一輯周遊關西俾大家睇啦。你知道我哋香港人好似愛去日本玩噶嘛，係嘛？咁啊多啲飛機，咁咪多啲機會，大家多啲去玩啦，係咪？今趟你都依賴阿渣，佢去邊你啊跟住佢去玩定係？日本佢日本通嚟啊嘛，係咪先係咪先？咁我都帶下佢去嘅，係啊。佢帶我，係今次志偉哥帶我去食嘢啊！冇可能嘅，其實大阪佢好熟㗎。係，你係咪諗住帶佢去見識下？其實唔係嘅，因為咧佢有即係我哋各有大家熟悉嘅地方嘅。咁大阪咧都係大阪同京都咧，我自己咧都成日去嘅。係啊，咁啊食我自己就最即係其實我日本係最中意食嘢嘅啫。咁啊，所以我都係希望分享下大家好食嘅嘢啦。